当然，搿只地方吼，挨一般做移民挨到学校，挨要诶，到学校挨要你班上去讲讲说绘本，上讲故事里头，我就有一班我就发现到，搿时候新眼神吼，其实诶，底部要搞做咸菜，挨我就问搿只先生讲，挨讲咸菜唔会做么？叫唔么？伊讲咧，你啊买树诶，基本挨伊一整套，按样去做，基本人挨个安全点，不挨挨讲一样吼。學生的不愛，愛我就教，所以我就開始在推我吃中菜，從產地到餐桌蛋糕，就變成說我教生也中菜，教佢念，教佢以後，不然慢慢沒有太，太也要注意斬菜，佢菜斬下來以後佢蟲也沒清到，然後佢就生也就會強咩，強嚟㗎，不然我就教佢，能用去醃製，能用去啊，過下要教佢就他不要去曬嘅樣嘅，上好以后，我就开始慢慢搞起了怎样的老料菜，变做做得做多，你做得上到餐桌蛋糕的，所以你到咧哈，新年咧佮回馈本来就讲，佮专业福卡出个天数，哈，佮专业福天位，我以老家婆天做，所以咧你按样咧出本来感觉到，你按样的这方面从产地到餐桌，佮做得做，我不但我今年要做料菜。我很老生意个，我样个去做，所以我年年呢吼，都加教师研习个，伊除非有产地到餐桌，出专门做个搞泰菜、芥菜跟白萝卜的一生，出产地到就爽了，样个哈，再加上个，我一般来讲，我都会做了，样个，好比讲，我今日搞搞年头大七八，我除非下样贵庄个哈。我就讲，我当然我不但是传承，我根本一做七点七八样的一做，我很做的搞起了讲客家话啊，所以我咧做下吼七八，年年咧年年咧七八，就像阿妹年年咧行，年年咧七八，就像木海人娘腔下行，所以咧我做下一朵一样的，像前部的田川叶。我哋吼，像牙俾佢出揸油嘴嘅啦，油嘴嘅，所以我做乜写鬼一整篇文學上嘅字，除了傳承語言客家話，嗰係有本地有地講，你啊按樣嘅，它的用意，你用意到呢，佢做乜我有按樣嘅，所以咧，我反而吃到講你何嘅創新，不單單是食材，你很老嘛呢，老你嘅文化語言，帶你啊吹地波。讲一则，讲一则，好比那绘本，讲一则故事性，文有底，啊，安样诶，哈，你要再向下扎根会比较好。